喝鱼汤，喝鱼汤，靠我，鱼汤里面没有鱼。好可怜啊，老婆。直接钓鱼。天气还不错，变天前小钓了。
正在路北浅滩这边。啊，今天咬光就如上了，现在变天了，风浪开始转大了。怪这很多人在钓，刚刚更多人，浅滩那边全部一排都是人，斜坡没位置，所以斜坡没位置才跑来这里钓。这里也算是蛮好钓的啦，至少不会无聊了，有很多鱼可以钓。好啦，有机会再去斜坡钓吧。OK， 今天的任务就是要煮汤，对，老婆的汤没有鱼，很可怜。好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谢谢。哇，要煮鱼汤了呢。OK 啊，就要煎煮。完毕。哎，准备来煮鱼汤吗？冰了一晚了。